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个圣诞老人的简笔画。首先画出圣诞老人的眼睛跟鼻子，上面画两个椭圆是他的眉毛，接着在眉毛上画出他的帽子，帽子是有边缘的，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帽子。紧接着我们画圣诞老人的脸，他厚厚的白胡子一圈一圈的。然后画出圣诞老人的膀子，他在跟孩子们招手呢。接下来是他的身体，厚厚的衣服，接着可以画他另外一只手。拿着孩子们的礼物的包裹，接着完善衣服的部分，画出裤子跟脚，都要加上波浪形的花边哦。这样，一个可爱的圣诞老人就画好了。